是一个被小鸡鸡拯救的城市——比利时布鲁塞尔。布鲁塞尔第一荣誉公民小鱼莲。十四世纪古西班牙入侵布鲁塞尔撤离的时候，想要炸毁这所城市。当时正好赶上小鱼莲出来撒尿，把导火索浇灭了。但是后来他还是被箭射死了，所以政府为了纪念他，就专门给他立了这么一个铜像。其实除了撒尿的小鱼莲啊，这个城市还有撒尿少女，还有撒尿的狗子在路边啊，到处都是撒尿的这么一个纪念的景象，俗称撒尿三件套。比利时这个国家虽然不大，但很多东西我们都很熟悉。3万平方公里，1160万人口，跟我们的海南岛差不多大。1840年，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创造了萨克斯这种乐器。丁丁历险记和蓝精灵都是比利时的。奥黛丽赫本也出生在比利时的富商家庭。还有我们生活中经常做的死胖，也是来自于比利时一个叫死胖的小镇上。比利时还有世界十大巧克力之一的皮尔马可里尼巧克力。最重要的，来尝尝这边的啤酒，欧洲三大啤酒，捷克、德国、比利时。比利时的啤酒是最高贵最高端的，有很多的定制高端啤酒都来自比利时。记得来喝啤酒。你找不到我耳朵。